这一道是鲔鱼冬饭。那这个鲔鱼是哪里都买得到，就是罐子的。那这个我通常会吃沙拉啊，或者是做成三明治，但是利用它做成啊冬饭也是很适合。像这个鲔鱼是一个热量不会很高，然后有很多蛋白质，随时可以打开可以用的，所以突然想到哦肚子饿，然后想要吃稍微健康一点不会很油的日本料理的话，你可以做做看。OK， 好，我们就开始做。